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潮人。那个倒出来的画面已经看不到了，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冰淇淋公主她有过来帮忙，还有丁丁她也过来帮忙了。那张静的话，目前先把她的东西撤到旁边去。沟槽这边还有一些些，小弟我用卫生纸来擦一下。这样子的话就稍微看起来干净一些些了。哇，我们真的是幸福期啊，同仁们都非常愿意帮忙。那这样键盘不就还要再拆出来了？没有。不用了。